Hello， 大家好，我是腾腾。我们今天呢要来试玩这款《幻想三国志：天元异世录》。那这款呢是单机游戏啊，所以说可以轻松玩。那么今天的话，会来分享一下这游戏可以用的礼包码序号，以及一些新手推荐培养的天元角色，还有最强的 SSR 角色介绍。好，那么首先呢，先来教大家怎么去兑换这个礼包码序号。好的，那我们要兑换礼包码，我们就先点左下角的这个菜单哦。把它点开来，然后选择这个系统。那系统上方有这个个人资料，然后在礼物序号右边，这边就可以输入我们的礼包码。好，那么就可以输入这个 3NSR36P6N3UUR5。好，接着按右边的验证，它这边就会显示这个领取成功，礼物已经发送至信件。好，那接着的话，如果是你有事前预约的话，你可以来到它的事前预约网站。然后登录一下你们的账号，然后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奖励查询，然后在这边的话，一样是有这个序号可以去做兑换领取哦。好，那么接着回来到这款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单机游戏嘛，其实已经玩蛮久了，然后到现在的话，现在没有办法抽角色哦，那我们还是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推荐抽的是哪一些角色哦。那在这边的话，巴哈有一篇文章哦，大家分享了一些队伍，大家可以依照这个队伍来去组组看哦。这角色都是不会太困难的，然后现在的话还有这个 SSR 的角色一览了。那其中比较最推荐的是我们的月女，她是这个最强的输出啊，这个对全体敌方这个破甲伤害是蛮高的。那接着下方的话是这个我们的免费的 SSR 角色赵云，那基本上只要完成这个支线任务就可以直接获得啊。其实这边是可以去做充值就可以获得了，不过的话它蓝耗是比较高啊，但是的话它是有这个。可以很好的回气的技能，就看你们自己想要玩什么。不过没有关系哦，其实抽到 SSR 的几率还蛮高的哦。那刷手抽的话，就时间比较久，那就不推荐你们刷，就直接顺顺的玩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那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西施是在我们的福利哦，然后这边有个倾国倾城哦，这边要累积充值666御简就会送我们的西施啊。那需要先通关到一只第一张通关哦，然后再可以把它上阵上来。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有送的这一些序号。那粉丝限定奖励送了我们5个的修炼果，然后这边的话预约征召是事前预约奖励哦，有蛮多的铜钱，还有一些工具背包。这工具背包可以让我们扩充我们的工具袋格数，还送了一把，哇，这把剑，这把刀超级猛哦，还有第4阶段再送你一堆自检。好，那么这边就直接领取全部哦。还是蛮可以的，毕竟这是单机游戏，顺顺的依照自己的步调去玩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的话是要继续来这个玩下主线任务。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已经打完了一个王两 BOSS。现在的话，我们现在队伍有这个项羽，项羽跟在我们队伍内。哼，回去接近武义后再来。现在的话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那基本上呢，迷路是比较不太会迷路哦。我们只要跟着右上角的这个绿色的东西，它就会带你去下一个任务要做的地方哦。然后左下角的话，这边是可以加速游戏播放的。看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要看多一点剧情哦。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这样。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些动画啊，一些的说明语音。我这边的话就先加速，看看能不能够快进。那这边的话都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可以直接回满血哦。那只要有路过的话，就可以稍微点一下。那这款游戏虽然是单机游戏哦，不过呢，它的这一个网路玩游戏的话是需要联网的，它是时刻把你的记录上传到云端啊，所以说不用担心说你是随时下线，你要去存档点先存档。看起来只那它是是不用，是一直帮你把这个数据存在云端上。但是这也有个缺点，就是你必须要连到网路才可以来玩哦。好，我们要看到曹操了。那曹操的话是我们前期跟着我们的，曹大帮我们打了一个也是蛮强的 BOSS。二位好，我甚至觉得我们曹操比项羽还要猛。是曹大人言，且在下我等行。你要送会曹操？向小哥，曹大人愿。
和说太太，这墓碑上的队长，不，你打算在？若是如甚好，诸位请安，盼日后有。我们的拜别曹操也完成。以上未想、啊、想不到一路就在四处打量。你是一姓木生重头立不哼向小阁中禁止而且待好福册私招也户外收罗三本为死禁书今又我救他不许即使变阁主你这无论他二哎这两我去而且你是去方儿不急不急不想两兽是臭小子不会要不会要被听到那都貌难多还有明明主对那这样就顺利完成我们的第一章哦连三阁死关我们考卷拼着红再看一下这么多红点点我就可以每个点开来我把这些奖励给领一领了可以升了蛮多的这种人格值天格值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升级然后提升一下像是我们的三才把一些普通攻击伤害及战斗经验等等的属性提升上去哦，这边下方的奖励都是可以领一领了好那我今天的这个幻想三国志天元异事录的需要你帮忙兑换领取教学分享以这一个新手推荐的组队阵容还有 T0 角色推荐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